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不知不觉，这个账号已经做了5年了。老粉丝都知道，这5年我虽然偶尔也会带带货，但是我一直都是在产地卖水果。接触过水果的朋友都知道，产水果的地方大多都是在偏远地区。我们去卖货不仅很麻烦，而且耽误的时间也比较长。最主要的是，我现在主要是帮助一些流浪人员回家，让更多的家庭团聚。而产水果的地方一般又没有流浪人员。所以说，如果我要一直这样做下去的话，我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帮助更多的流浪人员。所以经过再三思考，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去帮助更多的家庭团聚，我还是决定尝试一下卖其他产品。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一直不间断的去帮助别人。当然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够卖掉，但是总得去尝试一下。为此，趁着618来临之际，平台也有大额补贴，因此我特意筹备了一场大型商超直播，主要产品就是我们家家户户都需要的锅碗瓢盆、小家电、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反正应有尽有。不管你现在有没有想要购买的冲动，但是我相信只要明天早上9点你来到我直播间，一定会为我的价格品质所心动。明天早上9点不见不散。再次感谢大家。